可能这昆仑锁跟玄黄经一样，只有你才能看到。那我试试吧。少主，白王他受伤了，那属下马上为白王医治。不用了。海皇，这是白鹰被劈天剑所伤。怎么样？他关闭了五运六军。之前在如意赌坊，他也是用祭子诀关闭了五运六绝。白王气息微弱，如果不给他注入法力，恐怕支撑不了多久。不行，静止术的法力反而会伤到他。既然龙神封印已解，为什么不用龙神之力为他疗伤呢？我虽然解开了龙神封印，可是并没有得到龙神之力。这是为何？此事，这件事情以后再向你解释。你醒了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权限大营。你忘了，你受伤以后我就带你来这疗伤，你不记得了吗？我是苏魔。我知道你是苏魔。除非强行打开他的五运六绝再注入法力，不过如果这样强行的话，会对白王造成一定伤害的。难道是因为这样，所以白鹰现在有些疏远我？你除了记得我是海皇，还记得什么？我记得空海联盟，我们一起去解封印。解封印，叶家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好像不是我们空桑的东西，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啊？这个尝试回忆过往，白鹰他会头疼得厉害，或许忘记与我的情谊，他会活得更轻松些。殿下。安鹰，你刚恢复好，要注意身体，就别想那么多了。殿下，我好像忘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可是我脑海中好像关于海皇的记忆都是模糊的，我跟他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安英，你和海皇的事情，我想你还是亲自问他比较好。安英，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我去帮你做。Thank you.
阿英，我希望过很多事，可并不是事事都能圆满。我喜欢你，但我不会趁人之危。可是，如果你有不同的选择，我也不想轻易放手。你为了坐稳海皇之位，修炼敬业之术，凡事的痛苦却要让我来承受。试问，这样对我公平吗？怎么可能？我明明也遭到了反噬。当你说到反噬的时候，我也同样遭受着痛苦。可笑吧？我从来没有奢求过任何的力量，可是我却要替你白白承受反噬的痛苦。凭什么？当初我在九头鸟下救了你，凭什么我得来的却是这样的后果？那我应该怎么做，能够减轻你的痛苦？我要你放弃敬业之术，或者你去死，我就可以不痛苦了。你来就是想让我死。阿诺，少主怎么浑身燃起火来了？少主不会有事吧？少主这是怎么了？他的反噬都消散了。是往事，少主正在龙神的帮助下继承历代海皇所有的记忆和力量。少主就能获得龙神之力了。少主已经继承了龙神之力和海皇精神。余幻，他正在逐渐稀释你的意志，你千万不要被他蛊惑。就是要背弃这天地！
何？配布。现在老板想要。对，然后扫。给你。对，两个黄扫一下那个脚，往这边撇一下。好的。大家一看。对，然后地上。喂，是六弟，还有啦 ，OK。六。好 ，OK。这一个基本上那个青菜跟那个走火入魔没关系，跟那个心它有关系，这一点就要走火入魔，不是，这个是情感，我接受不了。这是只有你的，这个这怎么转是吧？是飞是吧？你的心里恐怕只有你的，我的心里也只有我的旧人。我就躺下我就做梦，梦到那天你在那个轨道上，我去找你，转过来，然后我就醒了。这一会儿我觉得都接得上，那个情绪一离开这个环境就是啊，接得上。你绝对不会是他，那就是你在利用我。我得咬你啊！我是不是得咬他？还是我的天啊！欢迎，老王，见到你，你过来，过来，叫继续做，带着他们两个见到。我已经在这儿。那妹，你过来，我见到背后，继续带着。哎，他怎么样？我想说，我越料。就是在发现进到快餐店里面，好，可以了，来，那个谁打我一下，来，做重的反应，这样子，对，羊倒嘛，羊哎，有一点点轴，接一下他，对，最好能把手轴扬一点点，好看，太低了，可以了。OK， 好，对，他一这个手扬，仰头就来，仰头了这样嘛，哎，就一仰头就上。好，哇，好，打到马上了，我操，来，这边人走开了，一二三，哎，没事吧？那你当场，给你一个顺利，人家一下就过了。